国。中国代表团入场，旗手是男子游泳运动员秦海洋，女子篮球运动员杨丽维。中国代表团由1329人组成，其中运动员886人。中国代表团将参加38个大项、407个小项的比赛。本届亚运会，中国运动员将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道德风尚，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。拿道德的金牌、风格的金牌、干净的金牌，中国运动员将确保干干净净参赛，在赛场内外充分展现中国青年的时代风采和良好形象。